清明祭祖是真侪人每年咱袂当兴起的行程，不过每年同款是真歹拼命，有公墓火警来发生，消防分队分析的原因，即个民众烧杂草、烧金纸无注意，有真大的牵连。杂草火警的件数总共有743件、那平均这样算起来的话，每天件数也有16件左右。那在清明节前夕的话，可能我这预估啦，那每天的公墓火警跟杂草火警的件数也会大幅度的提升，所以这边请那个观众朋友能注意一下用火的安全，这样。随着公墓禁止着土葬，真侪人以着火葬方式处理着森林火势，所以讲到公墓陪葬的人是愈来愈少。以公墓火警一年一年在减少，但是陪葬烧金纸的时效是改不掉。消防局就提醒讲，要安怎烧金纸，才会当确保点安全。你烧金纸的范围周遭一定要净空，因为我们也都是怕燃烧。那我们烧金纸的，你烧金纸的地方就是看是用金炉、还是用一个固定的那个砖块叠一叠，对对对、我们去做一个烧金纸这样子。那烧金纸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注意说，我们旁边一定要有人员做警戒，不要任意的去烧杂草、因为草的部分，伊阮挂好了，拢会迄个妥善的堆置。然后不要随意的去丢烟蒂啊，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，所以那是有昏头的部分。嘛，甲燎花，所以伫遮，咱也甲做讲陪亡陪，算讲咱甲祭拜做完了后，会记咱要离开迄种迄个所在时，爱甲迄种咱咧讲迄个火塞嘛，爱甲燎花啊，所以。今年清明有连续五天的假期，加上疫情趋缓，管制来松绑，真侪人会来返乡来陪亡。为了避免人潮伤过集中，公他管理单位就呼吁，会当提早陪亡，也是讲家己来做分流。啊，直接嘛，直接叫来呼吁，就咱大家。时间上来拄好，大家拢会当经着你的时间，不一定爱伫咱的清明节即天啦，然后来，你算讲在即个时阵，然后大家先来去食咱的迄种咱的祖先，先做一个祭拜安尼。即下来到元旗台做担心直播，到电台听讲，礼拜四暗时7:30伫蓝天电视台第四频道来播出。即礼拜邀请到新营消防分队甲新营区公所，甲大家分享到清明陪亡注意的事项，以及如何避免着火警的发生。欢迎乡亲按时收看。